见到啲猫猫就超挂住屋企嗰六只小猫怪啦，成日担心猫猫有健康问题，因为屋企猫猫成日都好容易屙软便便，仲会甩毛甩得好严重。想介绍一个非常之好嘅宠物supplement牌子俾大家，叫做 Herbs Pack。呢个牌子系拥有20多年历史嘅香港著名保健品品牌草基旗下嘅新宠物益生菌系列。咁点解我会拣 Herbs Pack 嘅益生菌呢？因为呢款咧就系草基同生物医学科技团队研发，专系为宠物而设计，更有效改善佢哋嘅肠道同舒缓过敏问题。每一包咧都配搭咗8种高效抗胃酸、50亿益生菌、后生元同益生元嘅独特配方，肠道益生菌配方可以减少软便，改善肠道敏感；舒敏益生菌配方就可以提升宠物免疫力，由根源消除湿敏问题。同人一样啦，肠胃好，皮肤好，免疫力自然就会好，睇医生少啲，年终都悭翻唔少钱噶。我俾佢哋食咗 around 一个礼拜左右，便便靓咗之外，最紧要咧系佢哋肯食啊！呢个牌子除咗适合猫猫之外，狗仔都食得，特别系 focus 一啲有肠胃问题、湿敏问题同年纪比较大嘅毛孩，都系非常之啱用噶。而且佢有独立包装，方便又唔怕有受潮问题。呢两款都可以 Sinomo 官方网站同草基健康专门店嗰度买到，而家用我嘅专属曲，仲有折扣优惠同免运费添，大家有养宠物都可以买嚟试下噶。